周润发与妻子陈慧莲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模范夫妻，两人虽然一直没有孩子，但感情从不减半分。后来周润发18年前领养的养子曝光，大家猜测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了，还拍到发哥买名表赠养子。不过引起大家关注的问题还是发哥的财产，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过，贵为国际巨星，发哥现在片酬高达800万美元，加上其名下多项豪宅物业与股票，身家少说也达10亿港元。不过发哥表明离世后将捐出99%身家，所有的钱都不是我的，只是我赚回来的，我什么都不想带走，并透露已跟发嫂取得共识，积极筹备成立慈善基金回馈社会。不过发哥强调一妥善安置家，这样的做法才叫发哥，性格耿直有爱心，虽然没有将所有家产都留给自己的养子，估计发哥是想让他自己努力，